15，就是我们来说哈优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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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老是叫他叫福卡吉，我不知道什么，就是那是风雅居，我知道，就是日文，我还看错菜单了。我问他吃什么，然后他直接说福嘎奇，他收的是福嘎奇的菜单，然后给我说我要这个东西圈出来给我看。I was like， 我先试试他的头台吧，卡玛奇卡玛吧，鱼先试，因为他会把那个醋打开，把这个醋打开吧。哇，好肥美，其实它这个 size 好大呀，它夹那个皮出来，很嫩，嗯，真的很嫩。而且皮很脆啊，哦，它这个味道比我们家我之前爱吃的那家好吃多了。它不会烤得太过，刚刚好。对，我去吃我平常吃的那家Hamachi Kama， 它是有烤焦的，下面就吃到后面会很苦。它这个一点都不焦哎，它的鱼肉很嫩，而且还是刚刚好酥脆的口感，就很像是好吃那种炸鱼皮。嗯，而且一吃它这个鱼就是很新鲜，一点都不会腥。对，其实不是煎的，它就是拿烤箱烤的嘛，应该是。正常是应该是烤的。对，它是因为我连骨头都是很就有欢气欢气的味感觉，你知道吗？但是它是怎么可以做到就刚炸的刚刚好，不会太过？是我低估了它。嗯，我们一开始对他们不抱有太大的希望，我们还一直吐槽为什么没人点他们家什么。因为我们，而且我们平常就算平常讨论的话，我们不会讨论到这家店。对，我觉得这个我会给他8.5分，我好像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。这个我哈马奇卡玛，这个我会给9分。真的，我吃过这么多哈马奇卡玛，这个是真的很棒。像我这种在日餐店上过班的，有时候他们那些哈马奇啊，他们有切完鱼，其实他们会烤给我们吃，但是吃过那么多家，我真的是这个是我吃过最好吃的。又有一个想要回去尝吃的店，完蛋了，最近好多店想要去尝吃，对，完了停不下来，第一道菜就已经停不下来，怎么办？我会给个9分，这一块应该很好吃吧，因为很多人很脆，我三个人跟乞丐似的。是有多饿？我们已经不是品尝，我们是把它消灭。正在已经吃，嗯，感觉不消灭它都很浪费。虽然说这一个12刀，可是我觉得物有所值，是值的。嗯，对。那我们来下一道吧。它这 avocado 其实应该是因为我们拿回来的时候拿回来闷黄了，闷黄了。那其实有果很容易就氧化的。对，巴拉一点，巴拉，它巴拉我。它 mayonnaise 加挺多的，它就是我吃过 mayonnaise 加最多的一家。而且它这种是完全 mash 在里面的。但我觉得还可以，就不会说太油腻，虽然看着好像很多很腻的样子，但是吃起来完全不会油腻。我觉得我不想去过度夸家店吧，就其实我觉得这个 avocado 跟我在别家店吃到的味道其实没有什么，就我觉得 avocado 你做不出什么新鲜的东西出来，就是 avocado spicy mayo 做不出什么，它其实都这样。就我觉得它可能 spicy mayo 可能加的比较多吧，就是它看起来很腻的样子，它其实没有吃起来没有那么腻。但是反正如果你爱吃avocado salad，点它的话，你不会失望。对，所以这个的话给个中规中矩7分吧，跟别家店没有什么不一样。我应该也会给个7分这样子，没有太大的过错，也没有说什么惊喜。我觉得我可以给8分，因为我觉得它就是很正常的avocado salad。你给8分完全是因为你它正常。你给8分是因为它正常。这是这个这叫什么？好卡卡好卡亚克，好卡卡好卡亚克，好卡卡好卡亚克。我夹了3个，来一人一。上一期没有吃的鱿鱼，这一期全吃。这一期我跟你讲，这一个头台里面的鱿鱼比上一期一碟都多，一碟加起来都多，你知道吗？而且上次卖17块钱。打我笨蛋！不错，挺甜的，它没有想象中那么腻。它这家店真的很棒，嗯，就出乎我的意料。它这个后台的卡亚奇呢，跟别家是有不一样的地方。去日餐基本上这个头台是我必点的，但是这个入口很香，然后呢，你吃到它里面的金针菇跟其他东西混在一起的时候，又不会说特别的油腻。对，我觉得这种香的东西再加上 mayonnaise， 就这个就。我觉得加点这个 lemon 就是会去腻。我之前不喜欢吃烤干拌面，就是因为我之前在很多日餐店吃烤干拌面，就是它 cheese 加太多了，然后就很腻，会吃到一半，就不用吃到一半，吃到1/3你就开始有点腻了。但它这个真的很清甜的，它这个就是很清爽的那种甜味，它不是那种 cheese 加过多那种，真的好好吃的这个。你看我们都吃光了，我们每一个都是清盘的状态，除了这个。对，我应该会给个8.5，跟这个一样，因为我觉得日餐的头台真的是。
其实你要做的好吃，烤真的比正常其实要难多了，因为特别是头台这种东西，真的很难有一家店的所有的头台都做的那么好吃。这 Sella 应该不算头台吧？我觉得他的是目前为止我知道的他家的头台都好好吃。Kayaki 我会给了九分，给了我真的很大的惊喜，我从来没有试过一瞬间我们就把一个都吃完，通常都吃两口然后就不会吃。它里面加了那个 yuzu sauce， 我刚刚尝出很重的那个 yuzu 的味道，然后我们又加一点点柠檬在上面，柠檬去加，好棒，真的一定要尝试这家店头台。我也会给个8.5，不腻，真的不腻，真的不腻，一定要试试。牛仔骨这家店很神奇，它是一日韩混杂的那种，所以这是韩，这算是韩菜，然后前面这个是日菜。对，这个在 menu 上面就叫盖比，就是韩式的牛仔骨，它也是甜口，因为韩国烤肉都是甜口的，但是它好像味道没有很浓郁的感觉，比我想象中要好了，不知道是我对它的期望太低还是怎么样。因为我昨天才刚吃的卡主也吃了这个盖比，除了这个会比较湿一点点，就有点湿炒，比起烤肉来说的话它更像是炒的地方，就没有吃，但它一个都好大块，我都无从 下嘴的感觉。牛仔骨都这样，没有说太好吃，我一袋也不难吃，它也是韩国烤肉的配方，但是我觉得没有我在别家店吃的咖啡好吃，就是别家韩餐店吃的咖啡。它这个是同样的味道，但是呢它这个是炒的，我们吃的是烤的，就这是唯一的区别。烤的会更香。对，它这个 Carby 我应该会给个7.5吧，它是好吃的，它味道在，可是我觉得还是比不上其他韩餐店的那种 Carby 好吃，因为它定价比有点低，它$21，这么简单，真的其实我觉得还蛮贵的，量的话是说实话是有点少的，味道的话可能也没有说做的特别的，没有前几样，可能它日常会做的比较好一点，没有前几样给人惊喜带来的多一点，所以这个的话我应该会给个7.5分。但是我觉得它最起码肉质都是很不错，还有它肉质很行，这边可能只会给个7分吧，因为昨天刚吃完，可能有点对比落差感比较大，你知道吗？昨天那个还不到$20，但是分量比这个还要多一倍，所以说这样子一对比的话，我觉得他这边在我这边还挺扣分的。我觉得我应该也只会给个7分。不过对于我来说，我比较喜欢吃烤的牛肉，它会更香那种牛肉的香味。它这个也还行。还有一个 corn cheese， 用这个公筷啊，不公勺吧？那有母的？你应该没有吧？你好骚啊！这有点美式的，而且我觉得我尝不出corn的那个奶酪的香味，我只吃到玉米的味道，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好吃。对，因为我印象中 corn cheese 应该是cheese 味会偏重，对，然后加上玉米的香味。我觉得它应该是甜的 cheese 味道，它就是咸的 cheese， 因为玉米本身是甜的。它可能是因为放了其他的酱料吗？但是我觉得是不是因为如果我们在那边吃的话，它那 cheese 会加热，会比较融合一点。我现在可能吧，但是我现在尝不出 cheese 的味道，就 cheese 味道很淡，然后只尝出一点点咸的味道，可能对它的期望抱的比较高吧。对，我这个菜是我最想要试的，对。我再尝一点吧，因为我真的没尝出它的 cheese 的味道。对，就是玉米的味道比较多，它 cheese 的味道真的可能被玉米盖过了吧。我给它5分吧。首先它没有 cheese 的香味，然后它的其实你可以吃出来是罐头玉米。之前吃的那些 corn cheese 都还挺香的，就是它会 cheese 跟玉米会融合一点，它这个好像就是分开的。我其实对它比较失望，可能只会给大家个4分吧，不太推荐这道菜。但应该这也是韩餐来的，就归类。对，但是它又加了一些什么西兰花、萝卜碎啊，然后蟹柳啊。我觉得我可以给一个5，但是它的这个分量是真的很蛮大的，13块钱，是不是不实惠了？顿时脸黑了，4.5吧。下一个 Prince Curry。它有虾肉，有鱼肉，然后还有个菜。它咖喱有点甜，它是咖喱吗？很重咖喱味，也有椰汁啊。它这个 curry 还比上一期的那个 green curry 的味道重一点点，对，但是还是没有很重，可能要去吃那种印度餐的 curry 会比较好一点吧。它这个真的有点像偏泰餐的咖喱，因为也是椰香味。因为它也有泰餐。日韩菜，对，日韩菜 fusion， 它里面还有泰式炒河粉，你忘了吗？你这没底而已，但是你不要忘了它好吗？人家本来就傻，你还逗人家。它的虾挺好吃的，
它现在挺脆的，它鸡肉有点柴，太柴了，就是我要嚼咽下去都咽好久。不是有点宝贝，就是一点，是很柴。是因为加了菠萝所以这么甜吗？没有，它本身的 curry 就很甜，这道菜我可以吃进去，但是我不会回购它，我一定会回这家店去糖吃，但是我不会去 点咖喱。国手，这是我们的国手，他说难得摇了一家还可以的店，我还能点出他们的对最难。也不是最难吃吧，它其实不难吃，它只是，但是你对比一下，这个起码它有优点啊，不如它的虾肉还是挺嫩的。我刚刚说没有虾啦，就跟嚼辣一样那种感觉。我感觉我在吃树皮。你应该只会给个五分吧，就我不会回购它，但是它可以吃，就是如果你喜欢吃甜的 curry 的话，它应该是还是不错的。然后记住跟它比较鸡肉，它的鸡肉就很柴。我这个菜我也给它个五分吧，不在我的审美上面。感觉它好像有放了一点点冬阴，我倒是觉得它有点像辣椒。对哦，它是不是因为放了那个 basil， 放了罗勒进去，很多罗勒，所以让我有一种错觉像冬阴。嗯，我估计是这样。我觉得我也会给个五分。如果一整道菜都是虾的话，我觉得会更高分。对，但是它那种大部分都是鸡，然后虾没有几只。老板，嗯，啊，什么叫老板？还可以。我最喜欢这种白萝卜，我不是很喜欢黄萝卜。最后一道菜，傻巴，沙巴，傻巴，傻巴，傻巴，他没有 sauce 吗？干它，它煎的挺香的。其实我本身没有很爱吃沙巴，有点柴，它的肉质没有很嫩。嗯，可能是真的比起海马西卡马，我觉得海马西卡马就是绝绝子。沙巴分量是挺大的，可是感觉肉质没有很嫩。它多少钱？那里有两只哎，一整条鱼算是，嗯，因为两边嘛。15还是16吧，性价比还是 OK 的，就是比起蛤蟆鸡汤嘛，我觉得这个略逊一筹。它是腌过的咸鱼，除了肉质没有很嫩，其他的还可以，味道也不错，嗯，也不会说太腥。对于我来说，我每次吃沙巴就是吃寿司米那样吃，对，然后顶多烤过的就是我们很常吃那个拉面店，它里面有一个沙巴的头台，就是它很 juicy， 对，很嫩很嫩，嗯，不像这么柴的。嗯，我会给它个可能7分吧，但是唯一扣分就扣分在它的肉质，不知道为什么会那么干那么柴。我这道菜应该也只会给个7分吧，就是它性价比还是挺高的，就是，嗯，而且它味道还说我都可以接受。嗯，喜欢吃沙巴的人应该是可以吃。它是盐烤的，就盐会缩干水分，所以它会比较干，比较柴。应该是这样，不过这是它本身料理就是这样制作的，嗯，所以。但是我觉得你是喜欢吃干生的鱼的那种人，你应该会喜欢吃，而且它其实沙巴的味道挺重的。嗯，我会给它7分。那个 corn cheese 跟它价格差不多。我还等这个吧。那当然是鱼比较好了。为什么我们这次吃这么快？好像没有吃饱，它就吃完了。但这整家店，我觉得，你要去吃的话，我是最推荐是他们的日餐，然后是韩餐，然后最后才是泰餐。嗯，然后日餐的话，可能头台会比较优先，然后韩餐的话就是它的 entree， 然后泰餐的话我是比较不怎么推荐的。这样评下来，我觉得我会给个8分，因为我觉得我会回去吃，就是我一定会去回去尝试的，再去吃它的，想试试它其他的头台，看是不是有这么好吃。我觉得我会给个8.5吧。首先一开始的时候，我对它的期望没有很高，不高，但是尝了它几个头台，包括它刚刚的那个沙巴的那个 entree， 我觉得他们家的制作还是可以的，只限于日餐的部分啦。韩国餐做起来偏向粤菜，就中餐的那种炒牛肉，所以其实我觉得它就有点偏日式，就感觉日式吃东西不都是很健康吗？它不会过多于煎。但其实它这个挺甜的呀。但其实我们没有点他们很标志性的韩餐，比如说拌饭啊什么豆包皮，我都没有点。下次我们可以试试其他的韩餐，但是这一个的话，我觉得并没有说特别的正宗或者是好吃。Corn cheese 就不推，就是其实 corn cheese 算是韩国餐吗？你去Austin 里面韩餐很多都有 corn cheese。嗯，但是他们家可能自己改了一下，可能我觉得不是很合我们的味。泰国餐这个咖喱真的一点都不推荐。真的不是我们对泰国餐有意见。对。因为我平时也是很爱吃泰国餐的人，但是我接受不了它这么甜的咖喱。你可以稍微有一点点偏甜，但是它这个是对于我们来说是过甜了，好像甜汤拌饭的那种感觉，知道吗？但是对于我来说，我觉得这家餐馆应该一开始是做日餐，对，然后干再慢慢加。它名字算是日文，对，因为它，我觉得它是为了想要吸引更多人去吃不同的餐，所以它
加了一些其他不同的餐点，但我觉得请你们不要开中餐，谢谢。就做日餐吧，总体我也会给这个店八分吧。如果可以不选菜餐，那就不要选菜餐。来吧，贝贝们，贡茶。我在国内的时候，我经常喝贡茶，因为我觉得国内的贡茶就是在我心里算是可以算是数一数二的吧，因为蛮多连锁的。可是我在美国，我是基本上不会选择它。我点的这一杯是某平台上面第一名，因为我实在是不知道要点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就是。贡茶不开玩笑，我真的一次都没有过，不管是唐人街的还是奥森的，我都没有兴趣。反正我在某平台上面一点开就是它，然后7000多个评分，有4.9分，那应该不会怎么踩雷吧？不难喝。我们最礼貌的评价就是不难喝，不难喝。俺也一样。我这是格雷拿铁，没有茶的味道。虽然是加无糖，它不甜，我能理解。可是我真的，它的奶也是很淡很淡那种奶。然后它的茶就完全喝不出茶的味道。我之前在国内有点过，他们就比如说绿茶拿铁或者是乌龙拿铁这样，他们就如果不加茶的话，它起码奶的甜味是有的，它连奶的甜味都没有。它喝起来就是像是一杯开白开水，给你放点那个伯爵茶的香精。对，你干嘛？哎呦，对，所以它我应该给个礼貌性给个2分吧，不能再多了，好吗？这怎么说呢，就让我回到小学时期喝的那种。你是什么鸳鸯？就一喝进去是咖啡的味道，我没有喝到鸳鸯奶茶，我没有喝到奶茶的味道，就是纯咖啡，它很像就是一杯纯咖啡，而且又是那种很劣质的咖啡，就那种三合一。对，三合一说你礼貌吗？2.5。那我给个三，礼貌一点。你问我会不会再点，你们自己细品好吗？2.53。现在这个社会，你让我花钱去买一杯这么普通的奶茶，我觉得功夫茶都比它好喝。嗯，对，功夫茶其实茶会很香，就是我觉得学校门口比它好。对，我觉得学校门口还丝滑一点，你知道吗？对，就感觉没有，因为它最后面有个很重的香精味冲出来。就这样，就这样。奥斯那么多选择，我希望你们能做好你们自己心目中的选择，好吗？我 get 不到为什么会有人买功夫茶。去超市买阿萨姆奶茶真的很好。阿萨姆很好喝，阿萨姆很好喝，真的。不是啊，自己煮个珍珠，要加到阿萨姆里面。对，我觉得挺好的、啊。Nice。最后激动人心的时刻，来吧，我们的国手，来吧，来了，来抽一下，看能不能抽中。来，按。巴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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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又是我。Shaking crab。我们都没有海鲜，而且很简单，一袋。嗯。哎，它有蛤蜊浓汤哎！有啊，是这是美仓哦，我们这期终于做美仓了。嗯，龙虾卷呢？对啊，可以啊。有海鲜汁，那我们就期待下期吧，记得点赞、订阅、加关注，拜拜。